马斯克主义零零三七寻求减轻 AI 对生命威胁的办法。马斯克指出，我主要试图推进两个事业：可持续能源和将生命及意识延伸到地球之外。人工智能也存在生存威胁，我们应该努力减轻这种威胁。I am primarily trying to advance two causes: sustainable energy, extending life and consciousness beyond Earth. There is also the existential threat of AI, which we should aspire to mitigate. Elon Musk，我的解读是：一，马斯克想干要做的事情太多了，但新能源和新生命依然是他的首选。他为什么要集中并专注在这两点上？二，能源是一切的活力的动力，是基于物性的基础。他所干的能源有动力电池、太阳能等等。 这些项目或许会改变未来世界。三，生命是一切活力的能力，是基于人性的生存基础。马斯克所干的生命有 OpenAI 脑机接口和人形机器人。四，马斯克正在实现物的动力与人的能力之间一种融合，这应该是未来人类所追寻的方向，及虚拟现实的双重世界。五，这个是一项伟大的创举。 也与我所倡导的人物双关论和智慧科学相吻合，这也许正是我特别欣赏马斯克的根本原因吧。